三个。气温啊。啊？气温啊。所以普及这边已经破台北了耶。台北没有39过，可是38.几，可是还好吧？那也还好，好。可是要拍我。现在台北的38度高，相当于加温啊，差不多。冬天也特别冷。啊，冬天。广场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他们都不会怕人哎。他们要觉得我们要怕他们。他在乘凉。哎，他还叫喝水耶。哇，他攻击人，攻击小朋友。看到会死掉。然后应该是有饲料。有没有米之类的建议？好多、哦。拜拜。妈咪让我读，妈咪让我读，小咪让我读。可以摸到它。这边的吧，你的。美国广场。它好像养鸡了。啊？对。都是白的耶，好漂亮。白鸽。休息，他要晒太阳。小波你在干嘛？他们都知道躲太阳，都在阴影里面。都在这边阴影里面，你看，都晓得晒太阳呢，很聪明哦。晒太阳哦，哦哦哦哦。鸽子好乖哦！有没有想过开一家那个养鸽店？什么店？养鸽店。哦。采食材不用钱。我刚在那边才几分钟而已，然后几分钟，因为我刚侧在那边不动，然后几分钟他们就有我的石像又回来了。
哦，台北如果是重温度的那种，会闷死。40度。那还有一次，我碰过一个那很离谱的一件事，到现在我都不可信。跟这个人，那人，哦，那10块美金都不多啊。回家要听我讲，我马上就10块给你啊。这个就算哈，这个我捡到了哦。先下来可以，没有，等一下再吃来。